史努比小可爱来了。拿出戳针。这是戳针的正面。斜面的是反面。把引线器从正面的小孔穿进去。注意，戳制时毛线要时刻保持松散，可以多拉出一些备用，不然会一直跳线。看下毛线是从正面小孔拉出来的，引线器最好一直放在一个位置，避免找不到。注意，戳制时针尖斜面一直朝前。用力戳到底，反面拉出毛线，留下3到5厘米线头。提针时轻轻提起，不要抬太高，紧贴布面移动，针距大约4个小格。遇到拐弯时，针尖斜面也跟着拐弯。反面断线，留下3到5厘米线头。一开始慢点戳，尽量针距均匀一点，成品也会更好看。如果遇到跳线或者戳得不好，可以拉出毛线，用针尖轻轻划几下，布面就会恢复的。都学会了吧？我要稍微加点素啦。
戳小色块，针距稍微小点。注意，戳第二圈时要与第一圈交错戳，这样会更整齐的。开始填色块，注意不要紧贴五官等小色块，避免五官变形。
开始天底色啦，真距可以稍微大点。